就是我们自己买饮料，听懂没？这个可以加持，比如说这个椅在这个地方有椅，那、啊、如果没有椅怎么办？啊，没有这个，自己去设备里面买，啊，买这个茶饮料，那摆在家里的北方或外面，这个不是拉外沙了哦，这就是一样去用物品汲取这个能量，也就是我们喝水纳集气的方法，在这个地方把它怎么样摆上对付你，在这边摆多少？摆十分钟，或者砍工是一小时。然后接下来把这东西带在身上，听懂了打一，佩戴在身上，这是帮自己做加持的物品。嗯，有没有听懂？比如以加起这个链珠，是不是手链再加这个，你就摆在这个地方，摆一个小时，啊，这时候就可以佩戴在身上，这都没有问题啊，都懂啊、哦。一个是摆物品，一个是配在身上的配饰，这今天新年讲座要讲的方法，以前比较没有讲啊、哦。你可以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今年可不可以佩戴什么？第三个就是偷风水啊，我们不要讲偷，借风水好不好？听懂打一，怎么借？啊？哎，都没有声音，我是网络断掉还是有？有的打一，有没有声音？有哈，没有反应，我都不知道到底在讲的时候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到啊？有哈，好。第三种就是，好了，假设今天木一老师是吧？啊，木一老师，他有点请指教，是去他家帮他布局。结果去他家一看，哦，他可能小孩课业啊干嘛，我就帮他布局。结果木一老师很有钱哦，假设啦，好假设啊，假设他很有钱，是吧？像台湾那个郭台铭。啊，郭台铭很有钱，啊、不要讲他，等一下被他告是吧？啊，比如说马化腾是吧？啊，马化腾以前都讲那个谁啊，马云，现在不敢讲马云是吧？好，小孩课业不也不好，你就开了奇门盘，就帮他布完局了，啊，任务达成。这时候发觉一件事情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他们家的西北、东北方。应该找一个有钱的啊来布是吧？啊，看这个是属土的呗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好，你看哦，因为这个工，你帮他小孩布完考试了是吧？布完考试，你这时候发觉，哎，他们家因为他是有钱人嘛，是吧？他是有钱人，能够进到有钱人的这个厂跟局啊，不容易，是吧？去他家布。既然这里就充满着有钱的气场，我们不是教了木集气吗？就是要找到那个有吉，就是学风水又讲说奇门时工，刚好这个地方他就是有钱人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拿着这个盘赶快啊！那因为他这个地方刚好他们家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是几天干，几天干当做土对不对？然后人天干刚好是水，土克水，这个宫位人天干是几天干的财，六亲十神里面。这个是财帛宫，这个是财位，然后天柱星属金，金生水，哇，这个是财方，这个财星很旺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你就跟木一老师讲，哎，木一老师，哎，你这一瓶洋酒，比如随便我那边看到哈，以植物葡萄酒，哎，你这个葡萄酒看起来很好喝哦，是吧？可不可以送我一瓶？听懂我打一，他说好，那很棒。回到家用这个盘，一样这个盘，在指日指时把这个葡萄酒摆在自己家里面。这个就是他财位里面的布财的物品，然后刚好把它拿回家自己去布。那因为木易老师他本身很有钱嘛，是吧？我们借一点没关系，是吧？借一点，因为我们打算借一点做好善事，再回向给他，为他种下怎么样好的种子。所以命理风水师的嘴巴不能乱听，全部在讲都他在讲，听起来都好像很有道理，是吧？这种叫做暗中做好事啊，不为人知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说做好事。是吧？那木易老师就越来越有钱，他都不知道，原来他是子琪老师暗中已经帮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帮了他钱，这叫种下好的种子，帮他赚钱，也帮自己有没有免一点生活费？听懂了打一。啊，你要偷就你要借，不是偷，你要借就借有钱人的，有没有？那比如这一家人的人，小孩都很聪明，是吧？天星星，是吧？聪明鬼，是吧？这小孩子里面哇，都考状元，是吧？都考博士。我们偷一点他聪明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帮人家布局的时候顺便怎么样带一点回来，听懂了打一。
你不要讲偷风水，我们叫借啊，借你一点财气财运，有没有啊？沾你一点喜气，有没有？人家结了婚，或他发达了啊，去他家里面，啊，看到这边花盆上面有个乙，是不是？当然要好的啊，花盆上面有个乙，是吧？啊，你可不可以这一盆盆栽送我？听懂没？跟他要一点，啊，这个物品就把这个局直接挪移当做你家来布，要趁热哦，对不对？拿回去就布了，9天啊，不要隔太久。对啊，你看他们家刚好那个物品有，知道吗？当然比较贱一点哦，比较烂一点的人就是你自己哈，因为你都有带物品嘛，啊，你就布你的，然后顺便把那些东西留在这。听懂没？走之前把他带走，搞得越教坏小孩，知道吧？是吧？借他家来加持，这比你家好。人家穷鬼是吧？人家有钱人是吧？借一点，会不会？好不好玩？你就去试试。还有，来越偷越大，我们很爽。过年期间以前不是教过吗？我教过太多种了，结果都被人家拿去啊！光讲那一招，他就开一堂课。是吧？讲义做得美美的，封面漂漂亮亮的，讲半天就讲这一招，啊，就打上个名字，是吧？偷风水，是吧？每教一招，他们就变成一门课，啊，哇，一堂课里面，我不知道讲，所以很多老师很聪明，都来这边我上课，是吧？来偷我的，这不是偷温风水，这是偷那个什么，偷我的伎俩，然后10倍放大，是吧？对方没有找你布局，去他家做客啊，席宣，听懂没？你就打开棋盘盘。听懂没？打开奇门盘，找到我们家的方位，是吧？右手奇门盘，左手罗盘，买那个小龙盘，我们叫做掌中雷，啊，偷偷看一下那个方位在哪里，有没有？那你的包包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？你那个急救箱，你那个这个悬壶济世那个包包里面不是有吗？10天干的物品都有吗？你就不小心把它放在那个方位，听懂了打一，走之前的时候就把它带走，回家布，听懂没？借拉掐纳吉气，这比你在你自己家里东方白水那边摆这个布局效果还好。没有，看你要哪一种啦、啊。当然，一般是财位啦、啊。啊，别人女生哇，桃花好旺是吧？那你看了一下，那你要很熟啊，你要偷偷摸，不然的话，你接受我要去洗手间偷偷看一下，哇，他的天阴星是吧？桃花位在哪里？就把东西摆在那是吧？走的时候把它带走。听懂了，打一。越教越贼是吧？是吧？没有就自己制造条件呢、啊？什么啦？俊哥听不懂，那两个不是一样吗？奇门盘如果坎宫这里是财位，你要找到他们家的坎宫啊。什么叫奇门盘对应的方位？是对应房屋。